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将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将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这几种面相的人是命运的宠，生活富足，让人羡慕。有的人天生就长得一副漂亮的面孔，但是却没有天生的好命。而有的人虽然长得不好看，但是却过得特别好。如果一个人长得既好看又好命的话，那么完全就是被上天眷顾的人生赢家。想要知道什么面相的人是被上天眷顾的吗？现在就跟我一起来看下吧。一，天庭明亮高耸，额头在面相学中通常都是称作天庭，本来也就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之说，所以额头部位在面相当中是占有很重要的部分。额头宽广平滑的人，机智聪慧，胆识过人，做事有勇有谋，善于谋略，是天生的谋略家。他们有毅力有决心，再加上眼光长远，看问题比较全面，通常都能够在职场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不是高管就是大领导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数都是好命之人，财运好，运气好，而且很有能力。二，双眼皮，双眼皮的人就是上帝的宠儿，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顺顺利利的，就算有为数不多的挫折，也很快的就会被他们解决掉。他们的出发点比别人高，不需要寻寻觅觅的就能找到自己想要走的人生轨道。当别人还在为了生活辛苦奔波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开始享受生活了。三，招风耳，招风耳的人性格往往都是比较温顺的，他们基本就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争吵，别人也不舍得对他们大小声。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贵人出现帮助他们，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希望。他们就算在事业上面无法成功，但是也会在其他方面享受别人没有的福气。四，门牙白皙，门牙白皙的人特别的能说会道，他们非常善于和别人沟通，总是可以轻易的抓住别人的喜好，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他们良好的朋友圈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机会和影响，也能促进他们在事业上面的发展。只要他们能抓住机会，那么不成功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五，下巴圆厚，下巴圆厚的人是有福之人，特别是在他们的婚姻家庭上面，他们和家人的关系非常的好，不管是夫妻感情、父母感情还是子女之间的感情都非常的和谐，很少会有不能理解和沟通的时候。而且家和万事兴，他们家庭越是幸福，其他事情也会越来越顺利。六，鼻子挺直，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财帛宫所在之处就在鼻子上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有没有财运从其鼻相就可以看出来。很多时候鼻子比较挺直，没有过多杂质的人，一般来说都是属于财运比较好的，这样的人人生当然是属于开挂型的。七，额头宽大，额头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公路位所在之处，而且其实一个人的额头也是其天庭，所以一般来说一个额头饱满的人，其财运以及地位都会比较高。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会很容易获得财运，而且其本人除了容易获得财运，地位也是很容易能得到提升的。八，面颊下端有肉，一个人的面颊下端在面相学上说其实是奴仆宫的所在之处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一个人的面颊下端有肉的话，其本人在事业上是很容易处于领导地位的。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属于可以有很多奴仆的人，所以其容易身居高位，而不是处于别人之下。九，丹凤眼，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眼睛也是能看出其财运好不好的，通常最常见的好运是眼睛，就是丹凤眼。因为丹凤眼很多时候都给人一种比较优雅的压迫感，所以一般来说有丹凤眼的人
在事业上其实都是很容易可以获得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固的位置的。十，两眉中间平滑。一个人如果其两眉之间相隔不远，而且其眉毛之间的地带显得平滑，那么其财运一般来说也会比较好的。因为两眉自己是一个人的命宫所在之处，这个部位很容易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以及健康状况，所以一个两眉之间平滑有肉的人财运都还是比较好的。十一，眉毛柔顺清淡。眉毛柔顺清淡的人运气一直都是很好的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眉毛柔顺清淡，心境平和，会更加的乐观开放，每天都把浅浅的笑容挂在脸上，笑得清新雅秀，不娇弱造作。而俗话说得好，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，因此呀，眉毛柔顺清淡的人运气一直都很不错，人生充满笑颜。十二，眼睛有神清秀。眼睛有神清秀的面相最容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，只要一眼就能分辨出这个人的本质。而有神清秀的眼睛就像是一块澄清的水晶，能直接倒映出内心最纯粹的部分。而这部分不仅能打动人心，也能留住好运，把人们都渴望的好运时时刻刻留在身边。十三，耳廓厚实富态。耳廓厚实富态的面相是很标准的有福之相。耳廓厚实，性格一般比较淳朴，心肠极好，生活里经常都是扮演着一个乐善好施的老好人，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而善有善报是真实的，至少在耳廓厚实富态的人的一生中，就很少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，一直保持着强运。十四，下巴有肉无疤。下巴有肉无疤的人会比较低调，在生活中很少张扬自己，都是尽量一个人默默地做着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但就是默不作声，存在感很弱。这样的做法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，可以减少大家的关注，一个人默默地享受好运。并且低调的状态还有利于下巴有肉无疤的人截留住自己的好运。十五，悬胆鼻子。面相学中所说的悬胆鼻，也常常被人们称作为是猪胆鼻，指的是鼻子部位的山根端正，准头丰满，如胆悬挂着。一般长有悬胆鼻的人都很聚财，财运好，会赚钱，更会存钱。为人正直善良，大度，有责任心，敢于与恶势力斗争的勇气。这样面相的人很聪明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无论做什么职业都可以获得丰厚的财富，一生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富裕，钱财不缺。十六，下巴方正饱满。下巴在相学当中是被称作为地库或者是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一生的运势和运气。如果下巴长得方方正正，而且饱满有肉的话，那就表示此人能力非凡，才华横溢，财运也不错，通常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功。这种面相的人最受上天眷顾，不仅有能力有实力，而且运势也很好，做事成功几率很高。他们就算出生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没有过硬的依靠，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十七，耳朵高于眉毛。在面相中，耳朵不但代表一个人的幼年运势、家境好坏、心性好坏、教育程度，更能预言其人将来是否能获取功名利禄，享受荣华富贵。看一个人是否有福气，要看耳朵的位置。耳朵高过眉毛的人天生聪颖，学习能力强，读书成绩优秀，善于沟通，是成功人士的典范，能拥有名声和地位。十八，日月角突出。日月角突出的人多数很有才华，工作能力突出，做事决断力比较强。日月角也称为父母宫，日月角突出的人一般与父母的缘分比较深，父母身体比较健康，
能给予他很大的帮助，家境较殷实，父母即贵人。这种面相人会凭借着自己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。这类女人会得到另一半的宠爱和呵护，家和万事兴，生活幸福美满。很多人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，觉得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，那么就一定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。虽然说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但是不被上天眷顾的人一定会过得比别人更辛苦。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代价，才能过上别人再过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